黄牛少年团为了在2025年以完整体回归，全员决定在今年入伍服役。近日在 RMV Jimmy 救国最后四名成员进入军队，全员皆已入伍服役，让粉丝都相当不舍。而就有外国粉丝贴出自己崩溃伤心的影片，只见影片中听得出来粉丝相当难过，且还一边哭一边把成员们乐高娃娃的头发拔掉，代表着全员剃平头进军队的意思。这个举动让网友看了全歪楼笑翻。我从第一个拔头发开始就忍不住爆笑了，他们只是剪短头发而已，不是变光头。哎，重点已经先去当兵的三个成员已经是光头了，细节太疯狂，太好笑了啦。